另外呢，是吕小军在昨天的比赛中，举重男子77公斤级决赛里面啊，打破了自己抓举175公斤的世界纪录，再以379公斤挺举总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，获得金牌。而名将焦刘洋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，以2分04秒06的成绩夺冠，刷新了世界纪录。